在新职工在探查，不是，领导这是要你说就近嘛，确实还是要来。好的，其实你可以过来，我们也方便，我们可以过来玩。那个飞天山那个是什么课？就现在的就是上哈。在那跟我一样。你可以带写生性质的那样的几个小娃们啊，一起玩。啊，你就带。还有。要那个。太恐怖了。你回来以后凭感觉吧。凭感觉，你真正要去写诗，那就不要商量了。赵先生，赵先生可以赵先生，假设要去写诗，那我们要去。哦，那你妈妈坐在那一块儿。那个是画花，这个花头线的画叶子。对呀、啊，是啊，没想过这个，我以为就是面面。啊，那没有。你要管的东西，啊，你这个装的越搞越深。是这样啊，关键他今天也到不了吧，然后你说我上面有我的签名，但是你要说每个人都签可能性也不大，我就等下次叫出版社把签名也印上去算了，印刷和自己写上去，搞一个手写几个，印刷几个，就像那个我的那个每次在论坛里买的书信没有，你那个就没有，印上去要是四驴子印的。那你们现在这样，芙蓉，你们定了之后叫青山茶不要发，不要发，然后你们把你们的名单啊。每个人买了拿几本书啊？用电子档发过去。啊，写个电子档给我，哦、啊，或者写一下哪些人，这样你们不是每个人吗？对吧？是男还是女？都要写一下。这样我专门抽半天时间帮你们签。你像你一个人三本，你叫多少人呢？七本。如果要不签，就没必要在这里。七本那边没一回签。对对对，这更加不说话了，八本整晚上都行。对啊，你看你一个人六七本，我要签一百多本呢、啊，还得签某某某女士雅致，某某女士。是你。我那天签福特，把女士写成四女的。青海神。我留着，这是难得的，你好好纪念。有的时候像这个，特别啊，它藏在里面的这个水线就不能留得分明。第一遍我们留了水线。那么在第二遍来说，这个水线就要盖住。不是，它这前面很，因为它这个藏在后面，它有水线，但是水线不能跳，但这个就可以跳一点，因为它在最上面画的时候啊，你像这个底下啊，像这一部这个反面都要这样染，它都连带着正面，你像这个跟啊、对对，它得这样，你只有这样它才合理。哎，对对，它是所以有时候同染，你像这个地方你不能一味的分了之后水线都越。这么分明，所以在第二遍呢，有时候这时候它又是一个同染，分染过了又是一个同染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时候这个画法它并不是完全的绝对。我看是一般画家都长寿啊，八九十岁，凝神静气嘛。那也不是，那我平时很拉乎的。对，我平时到哪儿遇到草地啊、马路边上说躺我就躺下了。那我无所谓，但是我画画的时候，比较讲究。比如说我每天啊换水啊、碟子啊、笔啊，我都会特别讲究。工具啊。这一点我们差不多，我平时擦手是擦在裤上的，我们都学会。然后对画呢，我是戴着手套，有的时候怕搞脏的。染色呢，我一般垫张纸，怕这些汗啊什么的。我一般在家里都是有一个汗衫啊。另外，主要还是开空调。你不开空调太容易出汗了。嗯，我那个大热天我一般也不开空调，我就是垫一个东西，下面垫两层纸，它透一层过去还一层。双保险。嗯，对。我是怎么样不那个，就以前那个有几年在空调里面搞得好像有点亚健康，我就空调也不用了。
嗯，空调夏天吹多了，有时候容易感冒。我前几天就是。其实很多朋友说染的匀或者不匀啊，染匀不匀其实就是变数的问题。你染的不匀肯定是变数少了，一次性追求，色彩过浓了，你自然你也就染不匀。我的染色技巧应该说是还不错了，但是就是如果我用重色的话，一遍也染不匀。所以有时候你没办法，你必须得，用多层薄染的方法。就是说，他们说，我说你们是急火攻心的，就是对，想一下子马上一遍就搞的那种状态，不可能。而且，初学者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要画大，要画万紫千红。你让他画小的，他始终赖不着。他不过瘾。对他，问题是他画大的之后，他画的一塌糊涂啊！你不浪费时间吗？关键你把时间都浪费掉，所以有时候。初学者尤其在画三连以内的最大最大不要超过斗方，就在斗方那么大，就初学一上来就四尺中头。哎呦，我那张什么万紫千红嘛，那个我那次到内蒙去，王军章跟我说，我画了七张。我说你画了七张，一张都不成功，你没关系。我说你还不如画七张小品，你能学到很多东西。花的好像有六尺的吧？对，荷塘花一百，六尺。初学者是这样，都我不是说初学者他有一些毛病是共通的嘛？对，画图都喜欢画画图，是，而且还要画大红花图、朱红花图。我跟他们说，我说你认认真真画好一张，比马马虎虎画十张要好。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画小品，就这道理。你画小品时间短。你第一个你比如说你这张你画豆绿，你可以学到白色牡丹、绿色牡丹，下一张是吧，你画照粉，你可以学到粉红牡丹的。另外叶子的配色，我的好多小品叶子颜色也不一样。那么你画下来之后，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你画一张大的，你翻来覆去的也就那么几种颜色，然后关键你有很多的时间都在重复劳动上，而且你万一画毁了、画坏了，然后你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你甚至也都浪费了。所以初学者啊，我建议就是说在两三年内啊，尽量的以小品为主，少画大作品。大作品呢，有时候除非是一些什么不同题材的啊，打个比方说像我有些教程中没有的，像荷塘鸳鸯，那你只能画大的，或者有些松鹤图啊什么的可以画大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能画小的题材的东西，你还是画小的题材，但有的题材就没法画小的。你像松鹤图，那你要画小品，你怎么画呢？你没法画，你只能画大的。像孔雀也小不了，它那种对对对，它本身鸟就大，本身一只鸟就占了一半。你还锦鸡啊，锦鸡牡丹那个也是，你最小也得四十斗方了。像这样就要整体压暗一点，它整体压暗了呢，前面的这个物体啊才能出得来。
好，这个红色花头的铜染呢，就暂时就先到这儿。然后我们把这个正叶，暂时正叶不动了，我们来画一下反叶跟花茎吧。反叶跟花茎呢，如果按照正常的步骤啊，就是正常的底色、正常的画法呢，在这一步呢是应该用草绿，去分染暗部。但是呢，我们这张因为底色比较重啊，比如说像这些地方，其实都已经等于有了墨绿的底色在上面了，所以呢，这一步我们就直接来提石绿。提石绿呢，不要着急啊，首先是用三绿这个颜色，然后呢加一点白粉。我们第一遍呢也要提的淡一点，三绿加白粉调和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叫做四绿的色彩。老师，您这照一个全的？还没蝴蝶还没画呢，还老干也还没画呢，反叶也没画呢。那昨天那个题没关系照？昨天是平涂那一步照的，今天是染的这一步要照。它两个不是一个步骤的。第一步呢薄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呢，就省略了这个反叶啊用草绿分染的这个步骤，因为我们的这个底色比较深。三绿加白粉，我们就开始直接起染。起染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明暗关系，它呢和我们染花青啊，正好是反过来。例如说我们平时染的时候肯定从这个，那么你现在你像这个你就要考虑，例如说这两片谁压住谁，我们现在判断例如说是这个压住这个，这个压住这个的话，那么你在起染的时候呢，你这边就要贴着这个线，这边亮，一直画到三分之二，然后给它染到根部。这个染的不是太匀都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后面画面要洗刷的，后面画面这些浮色都要洗掉，包括马上再往后，因为这步为什么薄呢？这步暂时薄，它后面再提一步厚一点的，然后后面我们还统一的要洗，包括反面的朱砂花头反瓣要照染朱砂。那像这个你得考虑到它压住它，所以你在这儿就得让一让。它和我们画这个暗色正好相反。这个颜色面积要染得大，要敢于往根部去拖染。好，这边是远处的，那你就从边缘往内，从外往内。它的遵循的原则也是尖端亮，到根部就浅了。这样我们不需要染草绿，通过提亮的手法，它照样也有明显关系。其实我们观察，尤其是像田时光的话，它的反瓣从来不染，就刷过质绿底色以后啊，就直接提四绿啊。像这个你也得考虑，你像这个明显的就是这边压住这边，那你就得先把这边，还要记住我说的面积要大一点。这个颜色在脱染的时候呢，尽量的笔尖啊，将这个颜色都脱染到根部。
谁带的小孩？老师，好，谁家的小孩？哇！你像这个地方，甚至可以直接去把正叶子挤出来都可以。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正叶子需要暗一点，那么反叶子亮，它正好呢，把正叶子挤出来都可以。有时候照明啊，你要考虑它跟周围的这个呼应关系。像这个，你看它这边首先亮，在上面的这半边亮。这一步呢，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大家很容易啊，把它画的比较厚啊，很容易画的过厚，所以这一步要薄。你现在最大的照片。最后不是没有厚色的地方，厚色的地方都集中在很亮的反叶，的边缘以及这些梗花茎上。好，这个是反叶呢，我给大家先示范这几片，然后是这个。萼片呢也是这样，先从亮的地方，但是萼片画呢跟一般的反叶又有点不一样，它呢是画在中间的位置，边缘啊要留一点，边缘为什么要留一点呢？因为后面我们边缘要起染一点朱标或者是胭脂，但是底层呢也不要画到底，因为呢底层呢它偏暗一点，靠近这个根部的地方，所以画这个萼片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涂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啊，像这样的这个位置，就上下都留一点，连上面这个边缘留一点，我们将来好画这个胭脂，底下留一点呢，是为了体现它的明暗关系。对对，这个，但这也是染膏法，但这是染膏法中的提亮了啊，它是提亮，其实从明暗上来说，它还是染底法，因为它挖进去的地方暗一点。但只不过我们是用亮色来染，所以就是染膏法。但是你从明暗的角度来说，它还是染底法。好，从明暗的角度来说，它是染底。这个你染亮色跟染暗色正好是反过来的嘛。你像这个，你得先把亮面这半边画出来。但是这边靠近花瓣的根部，它肯定稍微暗一点，所以这地方不能画。这边到了边缘，到了边缘，我们回头还得提红色，所以这儿也不能画。你像这个半边，你只能画在这个位置，只能画在这儿。这边已经到了暗部了，这边到了边缘了。然后到这个是萼片啊，萼片反叶我给你们都示范过了，再到这个花茎，这个花茎呢，我们现在先确定一下哪边是亮面。一般来说呢，亮面是在鼓起来的这一边，它容易受光，像这个凹进去的，往下方凹进去的，这边凹进去的呢，它就一般是我们把它处理成偏暗一点。那么在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实色上在亮部的边缘。上在受光。对，上在受光的。实色上色的时候啊，就看你把它上的很板质啊，所以这个实色的染色，要果断利落一点啊，尽量的不要来回的抹，实色抹多了之后，像这个地方它已经受花头的遮盖影响，所以这地方亮的是很有限的，这个地方最后我们可能最暗的地方还得加一点墨绿去画。像这个里面属于暗部的一些里面就带一点就可以了，这个地方画呢只能画在这儿，为什么呢？
因为你上方还要考虑到这个反叶遮掩的关系。然后这些芽孢都体染在根部，这些梗它分为正面和侧面。正面我们现在别慌画，我们先把它侧面平涂，尤其靠近中间这一根线的地方稍微的涂亮一点。再看一下这儿一个梗它分为上面，上面这是一个面平的，这个是侧面，我们主要画侧面。好，这边一个小的花茎，这个小花茎呢它的明暗我们也要看一下，它往这边倒，这边呢就下方就不怎么受光，所以它的亮面呢是集中在这边。靠近花苞的地方仍然画的面积稍微小一点，你得考虑花苞给它的遮挡。一节节的话不要去，好，这个反叶呢和花茎呢我就给大家呢就先介绍到这儿。就分，那么这个分的时候呢要注意先画被压过去的一边，它呢和我们这个染花茎的这个明暗法则是一样，只不过是由尖部往根部染而已。没事没事，这个染呢要长拖染啊，长拖。你先染被压过去的那半边，然后这半边呢集中在哪个地方，集中在这个小叶子跟这个边缘这个地方，像这样。然后染色的时候水线边染边流出来，反面也是边缘重。好，再看一下这个啊，你们要学会分析啊，一定要知道像这个是它在前还是它在前，你们现在知不知道？
这两半如果谁在上面，以上下来分的话，你的右边在上面，这个在上面，这个上面，这上面到底哪一个？你的右边在上面，这个对吧？对，因为你得看准它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这边呢你得这样，你得染在暗面嘛，染在暗面。如果要留水线，你肯定是留在上面，哎，你看这个流水线，你看着，所以要学会分析这个，要不然你水线流错了之后啊，那就不自然了。你像这种是最难理解的，因为这种它是基本上接近正面，像这个你们应该就好理解了，肯定是远处的这个嘛，在后面对吧？你像这种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这种正面的，你像这个，你们能不能分析出来？这两个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对，那这两个呢？这个在上面，这在下面，这个在上面，这在下面，对吧？所以一定要分清这个，这样你们以后马上下一遍分染的时候，那我第一遍肯定就在这边染，这边这样染，这边这样染，然后这边就采用染膏法染。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谁在上谁在下，这个千万。千万不能搞错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所谓的画家，牡丹叶啊，全部都是左生右中，就所有的叶子染左边，右边亮，左边右边亮。然后他那个叶子感觉到就像一块块砖头啊，对吧？因为他没有什么，他不按照这种哪边高哪边，他就是例如说这流量这暗，这个亮这暗，这个亮这个暗，这个亮这个暗，他就全部从左到右染。哎呦，那染出来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多机械，他染得太机械了。中国画其实它是，也很讲究这个，空间啊、虚实啊、明暗，它只不过没有西画的那种什么，什么投影啊，什么高光啊，没有这些东西吧？但是它也讲究用光的，它是正面光。好，这样呢，这个小的这个嫩叶呢也画完了，画完了呢，接下来我再来把老干的部分啊。再稍微加重一下，然后再画一下蝴蝶，我们这个铜染呢，步骤图呢，第三个步骤图就可以拍了啊。老干呢，前面我们已经用淡墨，进行了这个寸擦，那么现在这一步呢，我们用把墨稍微重一点啊，还是我说的用鼻尖啊，鼻尖稍微蘸一点啊，蘸一点这样。然后呢，小面积的继续寸擦，这一步呢就这一步也叫点写，就你这一步啊没有什么染，基本上呢就是这种点了，你看，这也叫皴啊皴。对，老干的这一步呢就等于是皴，画老干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要画得很硬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它毕竟是木头子的。古代老干画得好的，画家呢有好几种画法。你像那个明代的雨季啊，他们用的就是写意的那种笔法，脱离带嘴皴的方法画老干。然后像明代的陈洪寿呢。他就是突出八节的部分，然后呢以染为主的方法来画老干。你看明代陈洪寿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他那个八节部分很夸张，然后勾线勾的也很粗，啊，这是一种画法。然后到近代以后呢，像金鸿俊啊，王道中啊，那个余继高继承的是吕雉的那一派的画法，老干的画法。王道中、金鸿俊他们呢画的呢都是标准的这种寸擦的画法，还有像周延森，广州的周延森呢，他是以染膏法来寸擦，他画的老干两边是亮的，中间的凸起的部分是经过寸擦，他的每个画家，他都有不同的这种对老干的处理手法，
而且个性都很鲜明。同时老干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初学者呢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的画法呢比较接近于余飞安和田世光的这种老干的画法。有一段时间画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周元森前辈的画法，后来不习惯，因为画跟我的画风不吻合。他那种是完全是染膏法的方法，寸擦染膏法加寸擦的手法来画老干。我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带有山水画的这种笔法的这种画老干的方法。对，那个正反面一区分就好看了。长期的，就一步一步的话，看那个书。其实看这俩清楚一点。老干也要注意到大的明暗关系啊，也要像画叶子一样，也要注意到遮挡关系。像这一步就是染了，带点染。好，老干就这样。接下来我来画这个蝴蝶。蝴蝶，老干没完，这才是第三步呢。再画一遍蝴蝶就可以拍一张了。对，再画一遍蝴蝶就可以拍了。这个蝴蝶呢，柯红把刚才我给你那支笔拿来，我要用。拍细节。笔，我们拍一张放到论坛去啊。啊，蝴蝶是第三个，第四。首先是淡墨，淡墨呢，细心的把这个前翅的花纹啊，给它细心的填出来。这个填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赤脉啊，我一开始勾线的时候呢，只是一根细细的线，但是在这一遍填色的时候啊，它这个线就要变得有棱角，并且有粗细变化。这个就是工艺方法的填色。填成这样啊，这个是它蝴蝶的然后呢，先画。不要画从外往里画的这一根，先画从里往外画的这一根。这一根呢，把它画的外面细，根部粗。到了和这个大的这个交界的地方，把它画成圆弧，看到没有？像这样圆弧，像这个外方细，根部粗，然后到这地方画成圆弧。不要画成方头方脑的啊，所有的交界的地方都是圆弧处理。这个粗，这地方呢也是这样圆弧画处理。这个金呢也转到这里来了，可以画进来。首先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然后是里面这儿有三根，这三根呢要画的是肩部根部细到这儿粗。这个头呢呈圆柱体，看到没有？这三根是这样处理。好，要注意这个蝴蝶啊，这部平涂花纹比较重要。然后是这几根小的，这个小的是这样，它是里面细不和它接壤，然后呢到这个地方成圆柱体。没压，墨线按都朝右边染。不是压住，正好压住，就等于把它这个墨线加粗了嘛。稍微加粗一点。这边是这样，好，这一小块你们平涂的时候要记住。然后正翅呢，稍微就浓一点。这个地方因为很小，它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样先画一笔，啊，把这笔画的，它稍微浓一点。接着是远处的这个翅膀，这个翅膀呢也用淡墨画，啊，淡墨画呢这一步呢画的时候呢就有的地方就接近于就是若有若无的去画了。大家看一下我的处理手法，
它重的笔墨就集中在这儿一点点，往远处虚了，往近处你要让头啊，你不能把它跟头画连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用墨了，这个地方最好大家就中锋制笔，就不要用拿铅笔来了。虚虚的，然后中间这个稍微若有若无的补一下，然后有的地方，觉得这还需要稍微强调一点的地方，我们再强调一下，就这样就行了。这到最后都不画了，这个翅膀就让一遍就行了。然后像这个地方，这个翻过来的地方。稍微在那里，它有时候该虚的地方，你要敢给它虚。你像这个翅膀呢，这边都是虚的，这个地方也是虚的，实的只有这个地方一小块，而且就是实的，我也是用淡墨画的，这样远看的时候它若有若无的就行了啊。这两个翅膀啊，一定要有一个前后区分啊，一定要有前后区分。好，然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头和胸的画法，头和胸呢，现在呢，仍然是用中墨去分染。这时候要用小笔啊，用小笔。我这儿用的都是很小的这种笔。这个地方染的要有一个记住，大家记住是画在中间，画在中间。然后往四周染，然后是胸部，这地方要染的模糊一点，胸和头交界的地方要模糊一点，最后是上腹的根部啊，要用重一点的墨去填这个一个月牙形的圆斑，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填。啊，大部分蝴蝶都是这样处理的啊，大部分蝴蝶都是先平涂白粉，然后上腹平涂淡墨，然后填这个月牙形的圆斑。基本上我看到很多每个环节的这个根部，啊，因为它这个是侧面，它这是侧面，所以这个月牙我们只填一半就行了，就有点像是三角形了。如果是背对着我们的正面啊。那么呢，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月牙。现在呢，就有点像是三角。啊，这个地方呢比较伤眼睛，啊，大家呢，填的时候要比较细心一点。啊，头顶呢，我们在这个重墨这个地方呢，再给它用重一点的墨呢，再给它进行一个分染。好，这一步画完之后，我们来画，把墨稍微调重一点，来画一下翅膀的黑色的黑斑。这个黑斑的部分啊，在这一遍我们仍然是平涂重墨，连带着这个翅脉一起平涂，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这一步就是用的还是比较重的中墨一样。你反正得先选定一块漆笔，这个墨色也不是它干了之后还是能透出底下的墨线的，但是现在湿的时候看上去会比较重。好，这个尾翼到这儿呢，稍微给它染虚一点，一样。腰带要稍微虚一点。
这个得很细心的去填啊，关键是把这些东西要空出来。这个对笔的要求比较高，大家用新的笔去画，这个。平涂的地方是比较好理解的。好冷啊，在这里。嗯，啊，吹的，我那个羊皮肩。盒子里。大家能看到呢，是这个干的地方啊，它底下的这个墨线还是能看到的，这个墨也不要太黑。这步就要贴紧这个墨线啊，就把白斑露出来就行了。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分明暗了，这一步不需要分了。到了这个胸和肩的地方呢，这儿稍微画一点虚线，让这儿感觉有点很毛毛的感觉。然后把下方这个黄斑的下方啊，稍微的染一染。头胸的地方再稍微提一下，尤其是头的肩部啊，这个地方要稍微重点。好，那这样呢，这一步步骤图呢就完成了。拍一下了，可以。好，先停一下。